你爱找谁找谁，我这房子租不了。我再给你加点钱呗。多钱也不行，养狗就不行。哎呀，磨叽。你好，你找谁？哦，我是刚刚打电话租房子的。刚才打电话，不是个男生吗？啊，那是我朋友。啊，行，那你先进来吧。你俩一块住吗？是我和我姐一起住。哦，行，你先进屋看看吧。这边是厨房啊、哦，然后卧室在这儿，您可以看一眼。然后卫生间就在这个卧室旁边，里边是热水器啊，该有东西什么都有。还不错。那边的话就是商场，周围什么都有。然后位置我们这边离哪都近。电梯卡几张啊？电梯卡一共两张。行。你要有没啥问题的话，咱把合同先签了。行。然后这两个屋你随便挑，你收拾收拾，我先出去一趟。行。哎，对了，咱俩把微信加了呗。你有什么生活用品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给你带回来。20，谢谢老板。一会儿那个发微信上。马上不要了。给你了，今天开心。那下雨了，那怎么办？哎，你做饭呢？你谁呀？啊，不，咱俩上午不刚那啥碗吗？刚哪啥碗啊？神经病吧！哎，李正，今天你俩谁付钱的喝？我。那你是姐姐呗？嗯，不好意思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以后不好意思的少干，什么玩意儿？人进屋上给你脑屁呀、啊？不爱跟你俩磨叽，费劲，把脑袋给我打的。这他妈谁干的？你叫我干啥呀？啊，不是，这是你屋啊，你住那屋。嗯，我他妈住哪呀？你俩别搁那挤乎挤乎的啊，房租双倍，水电全包啊。那为啥呀？我家，你俩一人一屋把屋占了，我还得给你俩掏点呗。